大家晚安，晚上好。讲到存钱这件事情哦，可能对很多人都很扎心呐、啊，不太容易啦哈、哦。一般以存钱来讲，都是收入扣掉支出等于存钱，但是应该要反过来，你的收入扣掉储蓄才等于支出。你一定要有一个存钱的目标。我一个月就是要存多少？我曾经有看到人家分类他的这个财务，给大家参考一下啦。他大概把他的钱分六大类，第一类就是投资，第二项他是把它列入消费、消遣、娱乐，第三项是消费买东西，第四项是学习的费用。财务管理里面要有学习嘛，像我们现在很多都要做学习啊，你不学习你就是会被淘汰嘛。可是很多人不知觉，所以他都没有在学习。我们这个社团就很好，大家都喜欢读书啊，互相交流啊，像是一个学习型的社团，我很喜欢这样。像我带领的一些年轻人啊，我都教他们都一定要学习念书啊，读书，然后一定要互动，要表达。第五项就是储蓄金，第六项就是固定支出，所以总共有六项。你一定要把这六项想要达到的目标写下来。再来，你的收入不够，你本业的收入不够，你一定要再找一个副业。投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啦、啊、但是副业就是一加一，我讲的叫一加一。你有个本业，下班之后还是有时间，多赚钱的方式啊，包括有所谓的被动收入啊，有所谓的持续收入啊，这些机会都很多。所以你如果本业的收入不够，你一定要再找一个副业，那这个副业一定要超过你的本业。我现在顺便聊一下这个副业这件事情啊，因为我们现在讲赚钱要存钱嘛，啊，你现在就没有钱，你存也存不出来啦。所以有人都认为说，哦，我现在的三万块，那我找一个副业，找一个一万的贴补，这观念是不对的。原因是说，你本业已经很少了，结果你再找一个副业还更少。你找的副业一定要有未来性，是超过你的本业，收入搞不好会比你本业还多。举例，我有个老朋友，他已经老业务了，做了30年，他专门做那个零售的通路，一个月5-6万，他一个月要15万开销呢，啊，5-6万这样怎么够？那后来他有找到一个持续收入，一个被动收入，大概10几万。我要讲的观念就是说，你有个本业，再加一个副业，叫做一加一。你要找的这个副业一定要有它的特性，如果这个副业是有被动收入的特性，而且甚至会高过你本业的，这个就可以去进行。刚刚我听到陈老师讲储蓄保单5年啊10年啊20年啊30年啊，很多投资是需要时间的，你没有健康没有时间，那个财富是等不到的，你要活很久才有办法。时间到底是你的敌人还是你的朋友？时间是年轻人的朋友，时间是有年纪的人的敌人啊。年纪越大，时间越来越少了。你想要做的事情，一定要静下来想，我要怎么规划？被动收入的来源有很多。那大家因为来到这个社团，你有什么被动收入？我有什么被动收入？大家拿出来可以交流。也许我们都可以参考。那我今天的分享大概是这样。